你到北京南也站不起来吗？我说你帮我呗。我帮你怎么帮啊？你光让你站起来，那你走怎么办啊？找个轮椅呗，那怎么办？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，问题是？我知道是这个女士的呀，我的座位在那，她可以去坐呀。你的为什么不去坐呀？你的座她可以去坐，但是也得要经过人家的。你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回见。您什么情况？您身体不舒服还是什么呀？喝酒喝多了？没喝酒。没喝酒，那为什么站不起来？不知道。你到哪儿下？北京南啊？对。那你到北京南也站不起来吗？我说你帮我呗。我帮你怎么帮啊？你光让你站起来，那你走怎么办啊？找个轮椅呗。找个轮椅，到站家里人有来接你的吗？那我一会儿找乘警同志过来看看你什么情况哈。你是一个大小伙子在这儿坐着也不给人让座，我这还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。有座位我。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，问题是。我知道是这个女士的呀，我的座位在那，她可以去坐呀。你的座、啊，你的座他可以去坐，但是也得要经过人家的允许，因为人家买的是这个座，您知道吗？您这种特殊情况，你也要跟人乘客做商量，不是说咱想怎么样怎么样。是吧？你要不然去我餐车坐，跟人临时。那你到北京南也站不起来吗？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，痛定思痛，我保证在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，一定加强个人修养，提高个人素质，也恳请全国人民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